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在台湾，伊旺宏送到安置的机构的囡仔，大多数拢是因为厝内散家，也则是失去着亲人。但是即卖有高达一半，拢是因为去宏家暴、苦读，无就是去予父母来放散。啊，即个身心受到伤害的囡仔，照顾的难度嘛，搁较悬，嘛更加来考验着安置的专业度。导致的只导致幼囡仔。因为父母吃毒，所以一个出世就毒瘾。另外，阁有去用苦毒的囡仔，只要小可甲卡着身躯，都会惊甲大声一直吼。啊，安置的机构对这受伤害的囡仔来讲，只是暂时的避风港而已。到底倒位才是因温暖的家呢？台湾对儿童青少年的安置，阁面临什么款的困难甲不足呢？咱做伙来探讨。一起用华语。你最想大家说你什么？我没有说，跟你没有讲。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分开久了，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一百千万天。驶过弯弯弯弯的山路，阮对社工的脚步，来到伫高雄半山腰的安置机构。未进入门，就先听到囡仔的哭声。规处景拢是囡仔相片甲物资，摆设真温暖，主要是要增加厝的感觉。走下来，几个年母已经穿好啊，把握时间要准备副食品。你的小脚脚。小姐姐，希文之家收养未满两岁囡仔，机构内总共有十二个囡仔，每一个小生命背后的故事，拢让人心疼。他是毒宝宝，他出生他是身上是有含非他命的戒断症状，可是我发现他们每个都好勇敢，我们也有隔壁也有海洛因戒断的毒宝宝，有些医生会很担心他们能不能撑过来。大部分内面一回小星星，伊爸母拢是食毒入监，小小伊多出世就变成一个毒瘾啊！经过痛苦的戒断反应，被送到安置机构来照顾。来，宝贝，阿妹好厉害哦，星星，星星最棒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妈咪爱你，我说一屋子都是妈咪。他们有很多妈咪。对，很多，因为我部分缺少，可是我觉得。对啊，我就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像妈妈一样爱他们。囡仔伫有讲有话，轻轻啊画出一声妈妈，让人听了更加唔甘。这囡仔想讲应该被照顾的年纪，却经遭遇着坎坷的过程。镜头来到小宝班，伊是五个月大樱桃，因为早产较细汉。伊的老母是做特殊行业，自细汉受到母体疾病感染，一出世就要接受药物的治疗。另外一边正伫哭的是十一个月大的葡萄，本来真健康的囡仔，经验过让人苦痛，看到人会惊。他喝奶的时候都会哭，我们把他抱紧一点，他就比较有安全感，他就会喝奶。妈妈产后忧郁症就对这个孩子有，就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对象。因为外力受创，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就非常的不好。比如说被人接触的时候非常的敏感，甚至会对人有排斥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的是小星星。较早接受安置的囡仔，大部分是散家失去外靠，现在有五成以上是被苦毒、性剥削、被放杀等等，身心受伤的囡仔，照顾的难度比较早搁较悬，有的需要特殊医疗，有的需要心理陪伴，只能外靠社工甲年母的爱，起一个暂时的避风港。包括在
亲情上面的分离，包括在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个挑战，他们能不能活到明天，活到下一刻是真的没有把握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宝宝，从他们那么的用力努力的在喝牛奶，在复健过程当中的一个忍耐力，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他们想要活下去的动机是这么的强烈。勇敢的宝贝，打拼的林姑娘，出来的喘气，也代表对生命毋忘。因未经大汉，看这个世界美好，新心灵早就已经伤痕累累。这破碎小生命的故事，只是所有安置机构内面囡仔一个缩影。放学时间一转到机构，随写作业，伊是十岁小酷，甲同年岁囡仔比较起来，伊个人生。学会做很多事情，类似打扫啊、拖地啊，自己习惯了。因为姊妹的问题，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，小酷跟兄弟送到台北安置机构已经三年了。但无虽然提供安心的生活环境，回去厝依然是囡仔心内上爱脆弱的禁区。之前那个比较不会这么担心。三餐吃不到啊，那些的，在那边会有放假，就是一段时间，就回去一段时间。应该说现在环境习惯。他们对于家庭这件事情是既期待，但是又怕受到伤害，会说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法，但是终究其实都会是想要回去的。公车上，或是捷运上，他看到爸爸或妈妈牵着孩子的手，他就一直看着那双手，大手牵着小手那个情景。社工也都是几乎以孩子为核心来做思考，但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孩子那个内心里面最空洞那一块的话，还是没办法被填满。那个被填满只有一个，就是父母亲关系，爸爸妈妈在旁边。圣道儿童之家协助安置三岁到十八岁的囡仔，以小家庭的模式，由一位辅导老师带六个囡仔。分温暖甲空间，并且重建因的自信心。这些孩子带着这么严重的受创经验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可能都要两年、三年，他们才可以，智商才可以帮他们把那个过去的那些受创经验好好的整理好。十四岁修道，十岁时经过家暴被紧急安置，再佫转到儿童之家。四年时间，机构甲主管机关社工继续协助修复原生家庭。十六岁阿修，爸母入港，由因阿妈伫家饲，但过因阿妈过身后，家底都由机构一路扶持，一直到回避过去的伤痛，会使自认。爸爸来这边跟你聊天，你觉得这种方式还可以？就是他口气都很好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举动。有没有一个期望，说也许未来可以赶快回到家里面呢？还没有想到，自己还要再一点时间。对，因为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家庭啊，对啊，机构也不能就是照顾你一辈子，然后分开久了，也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在机构的囡仔家庭破碎，想要回去厝，还是重新搁找一个厝，拢要经过真久的等待。通过了国内的儿童权利公约以后，国际委员其实有进来审查，那最后他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儿童福利的建议其实有88点，但其中里面有10点都关于说孩子离开了原生家庭以后，我们国家对他有没有足够的照顾。就是政府做得好的是说让孩子们都有地方去，他的确是安置了，他可能人身的安全、生活的照顾有达到基本了，但是下一步常常是被忘记的。1989年，联合国颁布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今年已经是第30年。国际上特别点出台湾儿童福利不足的所在，专家强调讲，台湾的儿童安置太过短期，应该有中长期安置的概念。
依照统计，2019年安置二小人数是4785人，其中30%外由寄养家庭照顾，60%外的囡仔拢被送到机构，比例不平衡。台湾因为寄养家庭的量长期都是不足的，然后呢，还有亲属照顾的这件事情，亲属安置或照顾一直都没有就是努力的去开发。自是生命源头，中文家庭网是这些受尽创伤的囡仔心内上个真切的愿望。要如何更加提升儿童福利和权益，分拥有更加完整的人生是重要的课题。社会也都要加淡薄包容和理解，关心这些孩子。我愿望对他们来说，有一天厝带来不是伤害，而是充满温暖，变成可以瓦解甘愿。爸妈就是有做一些不好的示范，那也会影响到我，就让我知道说，我未来如果要成家的时候，就要如何当一个好爸爸。期待就是有一天医院关门，不要孩子再进到医院里面。